你是小黑吗？你这个方案有很大的问题。什么小黑小黑的？你谁啊？我的名字也是你配叫的。我是谁不重要，你这个方案很大问题，你赶紧修改一下。好好的方案改什么改？你执行不了那是你能力的问题，和我的方案有什么关系？你方案上的数据全是错的，别人怎么执行？喂，哎呀，我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，我们一会儿一块去夜店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新开了一家店，那气氛贼好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跟你聊工作，你就这种态度？你是新来的啦，知道老娘是谁吗？我表哥是这家公司的总监，我就这态度怎么了？你要是得罪我，我立马让他把你给开了。我就说公司怎么会招你这种不学无术的人进来？原来是黄总监给你开的后门啊！关你屁事儿，老娘就是有关系。黄总监，来一下小黑工会。老板，怎么了？他是老板。黄总监，带着你的表妹去人事办离职。我们公司可养不起这尊大佛，还有你，总监职位即刻撤出。